基隆外海出现海市蜃楼奇景，这是一名海巡人员24号在彭佳屿西南方大约4海里的位置发现了一团黑色的影子，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岛屿一般，但是当时经过船上的专业仪器判定之后，确定是船头没有朝着彭佳屿的方向前进，而且雷达上大约11公里的范围之内也没有任何的岛屿以及任何的礁石，最后确认了眼前这团黑影真的就是海市蜃楼奇景。事后他也把照片po在脸书上，要跟网友分享这罕见的奇特景色。